这种问题哪需要问啊？喜不喜欢他，确实我心里最清楚。下一个朝我们走过来的人，亲他十秒，敢不敢？敢不敢？个游戏而已。真的对不起嘛，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，也一定会给你保持距离。你不要跟着我。你还能走直线，走吧走吧。不乱晃。其实我们可以试试。是什么？试着松一点。江天的生日早你几天，所以你要叫哥哦。结婚了，爸。所以你现在跟小天算起来也算是兄弟了啊。哥，你要去那个二年 A 班呢、啊，就是数理化的强化班，高二里面最强的那一班。哇，哎，第四种答案呢？好不好？因为他是我女朋友，太可怕了。不吃香菜夹掉不就完了吗？你要不要还是去喜乐吃？西哥，好久不见哎！干杯！他是我的搭档，你们可以叫他林子哥。虽然我们金姐看起来好像单身很久，对不对？但其实学校有超多男老师在追你。你不是跟他交情很好吗？能不能帮我探探他态度啊？来 ，A 班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现在。午饭你跟我吃，房子我跟你住，你就不要后悔，去他的后悔。喜不喜欢他，确实我心里最清楚。可是不行啊，他是我哥。你这样很幼稚。你不是要跟我保持距离吗？那你不要跟着我啊。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？你喜欢养金吗？因为我讨厌徒劳无功，努力了。却没有结果。别让他把你给推开。江天。